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莫莉啊，照顾无机的。我今日要食猪脚咯，这间是烘猪脚。其实我是较介意食烘猪脚的，所以今日你阿达带我来食，足侪年无来食的，足怀念烘猪脚的滋味，搁食一盖。莫莉的破大意。那姐，我爱戴这个结，结果的结。没事哦。嘿，这个就是前头前的菜，前菜的意思。哦，这节看的胖哈，有这个麻的在顶管的，这个一定是杂粮的，看到不？加有酒的，这个酒应该是油加醋啦。脆的，嗯，啊，袂歹，食这个敢那披萨皮的，嗯，哇，这个蛮足脆的，这个有一种起司味，我介意，哦，这个蛮足脆的，嗯，哇，这个胖子足厉害的哦，这个。它是也是面包店的，对啊，又有卖拍，主要不是有给大家看吗？哦，这个就较有嚼劲了，你看会较有瓜子，可以这样，注意个酱，很原汁原味，头麦豆，足大粒的，我有望到的是烧的头麦豆，烧了，好烫。啊、哦，这个是鸭菜啊，嫩。诶、欸，这个是菇白，这个菇白咧，伊是放伫个胖的店馆。好、哦。是好食的。烧骨溜啦，你没拍到吧？应该无啥好讲的哈，我继续食咯。这是醋的味道 ，OK， 是太硬。嗯，有甜有脆，但是你的头前的脆气无好就莫加啦，继续食。看起来真就是熟了，十分熟。至少八以上。但是我可以，因为我是介意熟熟的。这个就是我今日的主餐大滴卡。伊个人气必吃，人气必吃，爱先定个啦。这个是多谢阿那达，这个是马铃薯、马铃薯、安妮，这个是伊个生菜，已经披着伊个酱的皮足香。嗯，就是马铃薯的皮咯，有一点仔咸咸的生菜嘛，来一份。嗯，味道是什么？酸酸的，大家看的皮应该是最好吃的物件。来喽！春天了，各位。对。哦吼！就是冬瓜酒哎，看，轻轻松松就夹起来一袋哦。来。哦，嗯，那是有温酒，搁较好食。第一回好了哈，好好吃哦。哦，只有厉害了，来你来吃，最会吃。嘿，吃个足饱的哦。应该有八十分啦，差不多七十分是伊个皮的分数，就是好食就对啦。我感觉早午餐的部分就不是上突出的啦，因为我是早午餐达人来的，伊个猪脚有最准。OK， 好，我该继续七食七啉，庆祝虾米拢庆祝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